再一次强调，我们不是 vlog， 我们不是 YouTuber， 我们是北马搞怪团。那现在我们来到松爱巴嘎了，来到松爱巴嘎要做什么？找东西吃啦！我又在找东西吃啊！原本刚才我们在华都村，对呀、啊，现在我们要跑过来松爱巴嘎，做什么先？嘿嘿，先告诉你们啦，卖一个小关子啦。其实哦，就是有粉丝又在带我们来到松爱巴嘎这边，是一档很出名、很出名、很出名的。先不要告诉你们，哦，又要神秘感啦。你们讲的东西，我们每一样都做啊，就是为了你们罢了。你们罢了啦，你看我们付出，还不点个关注，加一个 like 给我们，记得要关注我们。北马搞怪团，让你生活不寂寞啊！走，今天我们就带你去看看粉丝介绍我们的那一家。嗯，还有啊，记得啊，如果你有来到华都村呢，松爱巴嘎，看过来靠近，非常靠近罢了啊，应该是一到两公里而已，非常的靠近，记得要过来这边尝尝一下那位粉丝推荐的啊。走。还有啊，粉丝们，下次还想看我们去那里拍，记得带我们啊！是的。到底你要带我去哪里吃？不知道啊，粉丝介绍他说松爱巴嘎这边有一档很出名的烧鸭饭哦。哎，做鸭我就做了多辣烧鸭，我都没有 try 过问呐、啊。喂，你会做鸭的没？喂，你在哪里做？就是讲哦，很奇怪的啦，他们。你做了多久？不要问，你不要懂，你还小。我们现在不是在松爱巴嘎吗？怎么这边写小鱼了？我也不知道哎，这个老板很厉害，出摆凳呢。等下我们去问他看。小鱼现在的年轻人啊，很厉害玩了。哦，会玩哦。明明松爱巴嘎就写什么小鱼。哎，进去看。哦，你才是老板啊！一起啦，一起啦，一起啦！一起啊！哦，一起两兄弟啊，两兄弟对。喂，但是啊，我发现到啊，你们两个兄弟啊，很厉害出 pattern 呢。对啊，怎么出 pattern 的啊？怎么这样讲呢？这里明明是奶巴嘎嘛，你为什么写你交易的？交易是以前他们叫这里是最久的交易啊，以前是开发交易，是这个地方是最先的。哦，所以以前的时候这边还是交易啊，因为那边还没有开发嘛，那边、哦、外面大陆啊，那大陆还没开发，那个大曼全部还没有开发嘛。嗯，原来这样子。这样子。哇，老板，所以不是出摆摊啊？不是不是，讲我们误会老板了、啊。误会了，误会了，双立双立双立。哎，是老板啊，有一个东西哈，我想不通。老板，你年纪轻轻，怎么这样想不开啊？有人不做，怎么跑去做鸭？哎，做鸭都这么硬刀的哦。哦，是卖烧鸭，不是做鸭。哦，以为你卖烧鸭哈、哦。以为你的同行啊。我的朋友也是有做鸭的。哎，不可以这样诬赖人家啦，不可以这样诬赖人家。老板这边有什么出名的？你的招牌，咚咚咚咚的。嗯，烧鸭喽。他的鸭是潮州烧鸭，潮州烧鸭，那个鸭脚包跟鸭肠啊，鸭脚包，这个是我最想了解的，对，啊，鸭脚包我有一点，对，叫我们出来看喽，这样子我们要鸭脚包五粒哦。有吗？啊，有吗？暂时剩一粒罢了，几斤完了。好，幸好啊，这个还有剩一粒。哇，该，一粒我们也要啦。这个很你不要吃了，刚才早上的时候比较短。对，这一粒我的了啊。可以，拿去吃。哇，你看这个鸭脚包。可以讲一下吗？老板介绍一下。这个是里面是有内脏，鸭肝跟鸭肝哦。鸭肝跟鸭胗。啊哈，对。哦，那个鹅肝我就听过啦。还有这个绑着的线呢，是那个鸭肠，不是是鸭肠。鸭肠。哇，整个全部都是鸭到完呢。对，对，会很经典的这个。哇，
这个幸好是鬼佬他们没有吃过啊，鬼佬吃过他们回去就做鸭肝了，改。对 对。以前是鹅肝，现在变成鸭肝了。等一下我们就 try 看。try 看。我们亚洲人的鸭肝啊。我看整个松爱八卦只有这边有是吧？那个。不应该，我觉得应该不止松爱八卦，我觉得。怡宝以前也是有的。怡宝也是有，但是很少。很少。真的亚脚包，亚脚包我敢说啦哈，如果你说在。定位区其实寥寥无几，应该这样说，亚脚包。那大家坐在我身旁的这位就是阿静的妈妈，老板娘黄太后啊。黄太后，问一下你有什么要介绍我吃的吗？鸭肉咯，烧肉咯，叉烧咯。试试看咯。啊，这个呢？鸭肠是吗？鸭肠咯哈。哇，鸭肠很少外面有的。很少哈，很少有的。哦。OK， 还有呢？还有那个鸭脚咯，鸭脚包咯。鸭脚包，听说这个一天只能够有十多二十只吧嘛，是吗？哈哈。啊，不多，很limited的这个。少啦，没有。哇，所以你看到吃那个鸭脚，你现在还有没有下手去做啊？嗯，有啊。我还有在下手去。教我的工人呢？哦，教他哈，我做教他们咯。敢传给金老板咯？嗯 ，OK， 加来吃，先尝尝一下它的鸭肠先，因为鸭肠其实还蛮少会看到。对呀、啊，我第一次看到。哦。嗯。鸭肠的感觉呢，它是非常的脆的，你一咬下去就嘎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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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声在那边响。嘎吱嘎吱。嗯。就爽口是吗？是非常爽口。嗯、爽口，然后更多的、更大的感觉，它是脆，它很脆身，非常的脆。嗯，然后你的鸭肉呢？嗯，我的鸭肉呢，我就看起来它的口感就会稍微有点硬，应该是部位的关系啦。嗯，哦，鸭胸嘛，哦，对，就它的汁呢，就是渗透在它的鸭的皮那边，它比较 juicy 啊，它的皮，哦，嗯，很多汁水，很入味了，可以这样讲，很入味。嗯。等一下你try它的这个叉烧，它叉烧，它秘制叉烧，吃到很甜，哦，很甜，很香，可能它烘烤的关系吧。对，就是用椰子，椰子，所以它出来的味道，它出来的味道确实会比一般我们吃到的还要香。对对对。那么在这些老的店呢，就会有馍，你们叫馍是吗？啊，对，就有粥跟饭一起，这些就是老字号。对，就一般在外面的很少会看到有饭有馍。对。因为我相信哦，很多哈、哦，在好像他们老店这间，他都经营了差不多整八十多年，八十多年了，对，很多顾客原本就好像我杨楠那样子，对对，吃吃这吃这吃这就变老了，对，老了都没有牙了，人家是吃馍咯那。他这边呢，他有很多东西是属于蛮特别的，因为鸭肉，然后肠、叉烧、鸡肉那些。我相信大家是都吃到腻了，我还在这边找到它的有鸭肝、鸭肝、鸭胗，你又吃过了没有 ？OK， 哦，还有一样我们 mistake 掉了，就是这个主角，它的主角哎，是，就是鸭腿包，鸭脚包，你叫鸭脚包，也有人叫鸭掌包啦，其实你喜欢啦，你给钱的，你要怎么叫就怎么叫，你这叫真是。这个、一口，要叫老板帮我们切开吧，啊，切开吧。OK， 先告诉他们里面有什么东西吧。里面呢，刚才老板有给我们介绍，当然有一个鸭脚啦，还有就是鸭胗，就是鸭胗呢。广东话叫鸭胗，我们叫鸭胗，我们叫鸭胗。鸭胗，对，还有就是鸭肝。鸭肝。它外面呢，这个呢就是它的鸭的肠包起来，鸭就是。啊，应该是卤，然后拿去烧是吗？刚才呢，鸭肝我就吃到了，鸭肠我也吃到了。我怀疑哈，它应该是脆口，然后又很浓郁的回油，回油有一点脂肪那样子。因为鸭肝它其实跟鹅肝差不了多少。其实呢，鸭脚包呢，他们正是吃呢，艾文，他们是鸭肝，然后好像是掺在一起吃，我们才知道它感觉，但是没有办法，由于你们拍摄是嘛，我要注意着我的形象 ，artist 呢，人家出去给人家扔刀没有办法，那形象要顾，所以要去，不然我要整只喷了。不错啊，味道哦，一样。
刚才一起吃就不一样的，这鸭肠这边也是有，那穿在一起就它的口感就不一样。我跟你讲，我知道什么感觉。嗯，如果我不知道它里面有什么的话，我会怀疑里面是有肉干，好像有甜甜的味道，有啊，蜜糖蜜糖甜甜的味道，嗯，然后有那种炭烧的那种 BBQ 的味道在里面，然后加上它鹅肝啊，它吃起来它会有一点本本样子，好像，嗯，鸭肝是吗？嗯，让它很多种层次在嘴巴里面，那个味道要怎样形容？就好像，我想不到，你们自己来 try。带一点点甜，很好吃，很好吃，很好吃。然后加上它酱汁，刚才我们看到的时候是还没有淋酱汁嘛，然后切了过后它是会有淋酱汁的，嗯，然后它酱汁是有点咸咸咸咸，可是它吃下去就好像有点甜。